哎呀，这么冷。嗯，冷啊。今天雅玲休班。嗯。然后约了带我妈买衣服呢，我寻思领你去溜达溜达，去市里。市里。嗯。行。离他家近。这么好的机会要把握呀。对呀、啊，只要有机会我就带着你哈。行。走。不能说我吧。他说什么说？他敢说。嗯。说你就是说我。行。溜达溜达咋了？逛街，逛街不让啊？个人逛个人的。哎，我去给你们讲价，我讲价去。行。哎。刚来一会儿。哎。怎么也来了啊、哦！我要过来买衣服。哎，干妈。啊，来又来了。啊、哦。哎呦，太巧了哈、啊！太巧了，我寻思我要过来买个衣服吧。嗯。买衣服，我还逛逛。哎呀，没事过来。啊、哦。圣诞。哎，你好。你要买什么衣服啊，雅玲？买个毛衫呗。买毛衫。啊。这没有适合你的这块。哎，你过来，看这里。啊。这里有个加肥垫，在这买，这里边肯定有你适合你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嫌我胖啊？不是胖，是肥，加肥嘛，就是肥嘛。这是你的垫儿，你买垫儿。你说，啊？我妈妈不胖。对呀、啊，你妈妈不胖，你妈妈肥。你说你知道？不肥。还肥呢？是什么？你看都成家了。这咱你适合这个店儿，老梦店儿，不是老吗？啊，谁老？老家长，我才不老呢。啊，好好。哎，看不看见？又一个加肥店儿。对呀、啊，嗯，对呀、啊。我不喜欢这里吧，这里好像都是不老就肥的。嗯。换个地方。哎，多少钱？我卖个已经很便宜了，亲爱的。大哥讲价，大哥。不能讲价。那几十？不能讲价。几十？还知道？行啊。他刚才是230，他也230。嗯。哎呀天，哪值这个钱？我看你想走，不是那个。对对，不是想走。就是想买，所以。100块钱不行吗？你挣我的钱，你。他鞋就是值，就是值，就值100块钱。毛的。不喝。350卖不卖这个？送给你350还不卖？你说这两件啊？对，这两件。两件啊？那你以为我假？你要320，我给你350，我280，我给你最低的。他说这个300吧，然后那个是。对啊，这样一共350，我还没给你没少给你没少给你啊？不是，对不对？已经是给他便宜了。哎，再便宜了，就这已经给高了。就是350还给你了。尝了就来，你也这种意思，就是含泪叫你挣了200块钱了。行，合适就拿了，便宜我就拿了，便宜其实我拿不拿都行。把钱转给你了哈，不用你结账哈。对，快点收了啊。我不收。快点。不收啊。快点。我不收啊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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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收了收了，不用你付钱。哎呀，哎，买都买了，我也。快点，你别硬给我花钱。没事，你干嘛？没事。我不用你付。哎呀，没有多少钱。不行，没有多少钱也不行，快点。账上那过年了，给你买件新衣服穿嘛，也没花几个钱，对不对？自己买就行了。哎，没事啊，就买件衣服，怕什么？就怕买衣服怎么了？怎么又？不用，你快收了收了。哎呦，不收不收。看你手机收了，新衣留着行了。谁用他买呀？回头你再给他买件衣服不行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来我往的，是不是？人情往来嘛，你来我往的。谁给你买呀？你买呗。等我看好一个上万的那种貂皮大衣啊什么的，你给我买一下。这个貂皮大衣值钱吗？你穿的还是个貂儿。给你妈妈买了衣服，让你妈妈要不要？要。要。好。妈妈穿漂亮是吧？穿漂亮，把你妈妈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哈。漂漂亮亮的都跑了。好看吗？好看好看。喜欢这点，我给你这个能显我瘦吗？显瘦，不配我。不配我，不配我。行。我给你看。
给我比你先讲点实话。那就租个模特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给你笑死了，还有我嘞。哎不行啊，这拍拍这谁家的闺女？两个闺女，两个闺女，一个儿子，啊，那三个孩啊，那这是那娃嘞，小三，那小老婆有福呀，小三得发了，发三千，发三千吧，啊，我也生儿子，终于发了小三千，就为了要钱而已，对呀，人家怕家怕的，怕喜欢别人。不用你买，我就不，我就不，我买，我买的。你不用你买，我买，我给我。不要，哎，都拿了我的包。嗯。再给你去买套黑色的裤子。好，哎，快别买了。快收了哈。哎，我不收啊。遇到。哎呀，叔叔已经了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嗯。好吧。啊，好，拜拜。春风再美，也比不上你的笑。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，是关闭了心窍也好，是前世的因缘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。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，是命运的安排也好，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，然而这一切重要，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。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，虽然情爱